那我觉得很快就死了。各位观众你好，我是哲平。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38等巡逻王。我们这个团队四个人准备要去单挑他。我们派出我们 Nako。据说他们刚刚玩得很开心，又拍手。好，我们现在等我们的天宇英小姐好好的补魔一下。天宇 ，DK， 你要不要来介绍一下这个巡逻王是怎么样子啊？这巡逻王啊，就是他不要用变身器啊，他一炮下来就要去了。你要用变身器啊？天宇英小姐，你干嘛用变身器？小姐，不要乱讲话。干嘛用变身器？这变身器不错，哪里来的？还蛮像男生的，真的。不要乱讲话，他回来了。好、他就是他，是不是？这个空爆鼠人王啊，就是他。我们先上个 buff， 好、看到了。准备 EK 了吗？来，准备。这地方太窄了啦！你妈妈的，你给我过来。他过去一点啊。3%1哦，干嘛？哦，要被他放到就去了，过来发你啊！你转给我看，你打赢吗？快扶我！看，我发现，我发现他血根本完全都没少啊！救命啊！哈哈哈！回来！哈哈哈！哎呀，哎呀，不对，法师啊，法师要去！我没认错，他去了。法师，哎呀，地雷炸弹！我刚刚地雷干地雷炸弹3000多是？来口白。又来了！换神经！他血只有少一点点而已。好，我活起来了，一条平安的度过。你的王八，一群垃圾啦！打那只垃圾的东西，你们都会死。你们哦，没耶，这王八！我懂，对啊，我地雷爆炸3400来的，我直接狙击。太恐怖，有点恐怖这个。啊，难怪你刚才叫这么惨。你们谁啊？你们很弱哦！死光光，你真的有资格讲话吗？死光光，无死的就是老大。是，都跟你讲哦，干。连二位为大家介绍，你看这个人的宠物是水晶狼哦，大家有没有记得？这是我们的精灵，那么水晶宫殿的水晶狼哦，二王是吗？他成功的把它变成宠物了，好像很帅一样。好，来，今天另外的重点就是呢，我要为大家介绍我身后的这个东西，我现在先不转头哦。我身后的这个东西呢，就是我们之后试试人的副本的大门啦。我要转过去咯。Nako 配乐。好。好，就是这个。DK 他的名叫什么？一击之塔，这是我们试试人副本，好不好？啊，我们现在没办法挑战啊，等我们能够挑战的时候呢，影片就会在 YouTube 啦。好，大家就先这样啦，拜拜。正如他刚刚是不是讲机子塔？靠北啊，没有啊，机子塔。We don't have a job， 这里是哲平。如果有想看的 BI 影片或是其他影片的话，都可以在以下留言哦。